戏我真的是第一次拍啊，因为《战狼一》我已经看过了，我看过两遍。你为什么把这电影看两遍啊？第一遍看的爽啊，真的爽。哪天又跟哥们儿一块儿，我说再看一遍，真的看了一遍。所以吴京跟我说他要拍《战狼二》，我真的挺兴奋的。他给我写了一封信，非常真诚。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们俩聊了1小时。我正在拍《人民的名义》在南京。完之后，我跟他说：“我这样，我下了戏，我就进组。很快啊，我们俩这就定了，就是一电话。打动您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第一，我想圆一个军人的梦；第二，吴京的真诚。看到他们。”高低，我们叫搓，三阶招，出来了。